我甲各位观众同款，自细汉就是爱看布袋戏，啊，所以印象中一直对这完了拢有趣味。啊，布袋戏伫台湾的发展，一直有霹雳电视台了，将这个布袋画面有搁延续落。啊，即卖现在台湾的这个社会拢非常，节目中真侪暴力的，这个内容，啊我。就开始做这个台语文运动，感觉讲母语是咱最重要的，阮的语言的，咱感情所要表达的，咱透过咱的母语，啊，所以啊，阮也感觉讲，咦，这个布袋戏保存这个台语相当的多，所以阮伫波士顿的时阵，阮就做一个韩式红布袋戏团，哦，啊，将阮所学的这个母语，咱的台语。啊，透过布袋戏，国家发扬出来。啊，所以阮开始，我就想讲，家己要写剧本，啊，写较对这个台湾社会较有教育意义、较无暴力的这个剧本。啊，我一个想到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啊，我对这个马介牧师对台湾的贡献非常的大，啊，伊的。伫这个伊个基督教的这个听，对台湾的贡献真大，所以我就开始为这个马介在台湾这个剧本开始安尼。因为一般的台湾，大家拢敢若知影有马介病院啦吼，啊，较少人会知影讲，这马介病院就是这个马介牧师，敢若带来的这个传教士马介牧师伊创立的，吼。啊，马介牧师伊伫是即个来台湾足侪传教士内底之一，吼、哦，啊真侪比较早来，啊但是马介牧师伊就是有对台湾的认同，特别互台湾的人会感觉讲会感受到的，就是讲伊娶台湾某，啊两个查某囝佫嫁互台湾人，吼、哦，啊佫伊家己的梦。甲伊个某个梦，即马拢要伫淡江中学内底，吼、哦，所以即会当看出伊对台湾的疼，啊，甲对台湾的认同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我希望透过即、這个布袋戏即个 DVD 即个发行，啊，甲咱霹雳电视台有要甲播放，安尼互咱台湾规个。全民伫这个对台湾的认同，啊，会当来听咱台湾，咱这块土地，哦，上主要就是讲，伊透过耶稣基督的听，哦，会当来听咱台湾人，听咱台湾这个土地，这是我希望会当加表现出来。因为阮伫美国开始伫演这个马介在台湾的时阵，是东乡会内底开始演。啊，演了的时阵，就是讲无想到讲安尼，大家对阮安尼，感觉讲阮已经伫这个职业甲玩票中间吼，就互阮真大鼓励。啊，所以我伫想到讲未来的这个台湾长老教会有一个传播中心，想讲要透过这个布袋戏台湾的文化来，将这个基督的听的精神来传播出来。啊，所以。迄、那个，我就伫想讲，若尾安尼时阵，就一定爱做一个 DVD 哦，啊来发行会较好。啊 ，DVD 当然爱找这个专业的人。啊，伫我印象中，就是讲传统的布袋戏是这个李天禄大师，还有落来亚湾人布袋戏团是伫台湾是等于讲上 top 的。啊，所以我就透过各种关系甲因联络。了，尤其是甲这个主演者这个黄朝伟先生，伊非常的少年，啊，甲伊谈了后，沟通了后，对剧本各项的这个互相分享了后，我感觉讲因少年的足有创意的，吼、哦，啊，互我感觉讲甲伊合作，啊，伊这个规个团这个精神嘛，拢足好的。啊，所以合作啊，真好，是真欢喜。
啊，今仔日有这个成果，我真爱感谢这个团，因所有的团队的努力安尼。这个咱台语是真水的语言吼，伊的音数七百几个，目前华语只有四百几个，所以无够咱台语用。咱勉强要用目前的华语的汉字来表达台语是无够的吼。亲像讲咱台湾话定来你讲的七头，目前的字母我伫看大部分拢写七头，七个头啊就对了。所以人看到讲七头甲七个头啊有啥物关系？这个意思就走去啊。我即马所谓使用的汉字甲罗马字合用，就是讲伫目前的汉字无够的所在，咱的口语，咱就用罗马字来甲表达出来。这个罗马字伫台湾。伫教会开始用，已经百几年的历史，吼、哦，大家拢用甲真好势，吼、哦，所以希望讲，这片为用安尼开始，会当予大家感觉讲，咱无拄拄一定都爱找汉字来，吼、哦，咱用罗马字嘛是会通，吼、哦，所以我用这个剧本了后，吼、哦，姚万仁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包括咱霹雳电台这路影时阵所使用剧本，拢是这个。汉字罗马字合体用的，所以大家嘛拢真会接受，读起也真爽、真顺心，袂讲叫走去就对了，意思袂叫走去，最主要的目的是伫遮。